心门刺透了可能，所想所愿不肯轻易的成全。我们一直有伞的魂，风雨同身，将余生陪衬。而你从未多问，我不曾想着，但此话当真。博涵，博涵，你还在王妃身边？王妃和我同样是景国女子，也同样以离北为家。以离北为家？景国公主嫁了过来，我自然要尽心尽力的伺候。今天她看到我，好像并不是很开心啊。我想他们，他为什么要提防着我？他会来。我在想些什么啊？告诉那族人，李北绝不参战。来不及了，您的叔叔莫可达已经和他们达成协议，是要亲自攻破景都，救出您的哥哥。舅大哥，我自有办法，不用他操心。更何况，我已经娶了景国公主，再这样的话，岂不是让天下人看我们李北的笑话，说我们李北背信弃义？不知道他睡了没有，去看看他。是他吗？大理北王身陷囹圄的这口气，不是一个景国公主能消除的。大王，你绝不能因为儿女情长误了国家大事。不管多久，你们终归天天相对。和亲公主长得漂亮无双，时间长了，你当真不动心？这个大傻子，什么意思吗？王妃来了之后，我们的生活质量好了不少呢。可不嘛，王妃，两位夫人好。王妃，我们好羡慕你的手艺啊，都造出胸衣了。我们今天把我们最好的料子都拿出来，帮我们挑挑哪一款适合做胸衣。我帮你们看看啊。好，这个，你们这个料子都不太行，都太坚硬了。亚达夫人，你来闻闻，香不香？好香啊！王妃，货物装好了，现在要出发了。那你们一路小心啊！路上小心啊！是小心、啊，小心！王妃可真是我们的大救星，这下不仅有好衣服穿，还有好东西可以换回来尝一尝啊！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大王，你相信这个女人吗？是啊。我该相信吗？各位夫人们，大草原上家家都有牛羊，大家回去之后按照我的办法熬制，可以用它们换回来大批柔软的料子。这样以后别说是内衣了，老人的衣服、男人的衣服，大家都可以穿柔软的。你把王后的嘱托都忘了不成？让李北人过上好日子，待他们兵强马壮，景国还如何收服？你这么做对得起景国吗？景国对得起你吗？景国让你过上好日子了吗？
和你之间，若只做敌人，倒也干脆。偏偏成了真夫妻，接下来的路，我该如何对你？如果你不是公主，我不是李北王，或许我们能做一对好夫妻。你醒了，大夫已经来过了，说你没什么大碍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吉烈呢？吉烈的叔叔莫可达和那土人秘密结盟，不日就要进攻秦国。他这次回来，除了要说服各部首领整顿军队之外，还想杀了你。莫可达怎么也没料到吉烈会替你挡下那一剑。他平日里对你不过如此，生死关头却舍命相救，莫非他真的动情了？吉烈在哪儿？我要去见他。他性命无碍，但你见不到他。你们别费口舌了，他们都是莫可达的亲兵，只听他的调遣。莫可达？他现在连王妃都敢软禁了，那吉烈他，你怎么回事？一口一个吉烈的，我奉劝你，还是想想以后该怎么脱身吧。莫可达，你是我叔叔，更是李北的臣子，你居然擅自勾结纳土刺杀王妃，长明灯在上，你问问自己，心里可还有李北，还有我这个李北。亏你还记得你是李北王，你是草原神明的子孙。莫可达，你放肆！你放肆！退下。你想说什么？吉烈，你是被那个景国的公主冲昏了头脑，再这么下去，你是想把我们的李北送给景国吗？莫可达，若你在长明灯前起誓收回刚才的话，我可以当作没有发生。吉烈，我也给你个机会。如果你亲手杀了那个公主，带兵打到京城，把你哥哥救回来，就有资格做这个王位。到时候莫可达要杀要剐，随你便。若我输